也没水了。嗯，没声音，怎么不烧呢？爸，电水壶坏了。爸，咱家电水壶坏了，不能烧了。不能烧了，我过去看看。行。哎，不响，没声音。啊，就这样，没有声音。走，我们把它给拆了。啊，拆了。走。咋拆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思瑶。今天我家的电热水壶坏了，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个原因。今天我们把它给拆了，修一下。哦，在这底下，就是这儿。对，就在这个地方。螺丝刀，第一颗螺丝取下来了。第二颗螺丝取下来，第三颗螺丝取下来了。现在我们要揭开这神秘的面纱，看看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。看一下问题在哪里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哎，很明显，这个地方的电路已经断掉了。断掉了。对，得重新给它去掉这个电这个锈，我们再给它焊上吧。如果我们能修得好，就能。省100块钱，如果修好，就得把100块钱给去买新的漂亮的电水壶了。来吧，我们一起来动手。生锈了，锈的断了，这个地方把它这个锈给它处理掉。我们待会儿的话，用东西给它焊上。好，爸爸，你这什么东西怎么在冒烟呢？这个在电烙铁发热的时候，我们会把那个这个叫焊锡这个东西，把它焊在这个上面。看我来啊。好。喽，小伙伴们，你看，经过九牛二虎之力，我们终于把这个铁给焊上了一点。对，就是这个地方，经过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被我爸修好了。我们试一下吧。行。爸爸，现在就由我们来帮你复原吧。好嘞。螺丝这个孔位要给它对整齐了。一点能吸得住。好玩吧？好玩。现在也不知道成功不成功，走，我们去烧壶水试试。这个就是神秘的面纱。哎，没用了。给你们跳个开心舞。维修成功，顺利取下100元，耶！有水喝真爽啊！爸爸，你今天中午跟妈妈做砂锅？对啊。我也吃一点点。还有一点点，我们热一下吧。好。热一下砂锅。爸爸。给我煮一包方便面吧，加到砂锅里面。行。哇，砂锅方便面，这也太疯狂了吧，简直就是恶魔料理。好吃着呢，放心吧。哇，热乎乎的砂锅方便面现在就开始了。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哇，来吃一口吧。真香啊，辣，真辣呀。好了，今天的本期的目的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话，记得给我一个强烈推荐哦。下期见。我的嘴唇好烫。